的。就两条，一个家里的事儿，外人的事儿要分得开，捋得顺。外人呐，终归是外人，越是外人，你越要对他好，至少看上去好。二一个，新朝要有新气象，有了新气象就能稳住人心呐。天下人最盼望的就是赶紧立宪。12年预备立宪是我定的，你不必守着。这个年限以后还有9年。你呢，斟酌着，可缩短它，记住了。奴才，记住了。主子，皇上可能睡了，这老佛爷，啊，老佛爷，慌什么？慌什么？皇上，啊，小李子，这快扶皇后去歇息。小李子，轩辕是开。